大家好，我是村さん。我现在在冲绳的那霸。之前我介绍过几间冲绳的超市，今天想要介绍冲绳在地超市各自的特色。在地超市可以买到平价的伴手礼，很棒的购物景点，其他的也比超商便宜，非常划算哦。看看冲绳的食材，比较一下和台湾、香港的不同，也很好玩。如果你住的饭店附近有超市，推荐您一定要去逛逛。第一间要带大家看的是三叶。三叶有丰富的商品品相和品质，是相当不错的超市，是在地居民都相当喜爱的超市哦。哇，寿司看起来好好吃，每种寿司看起来都相当新鲜美味。饭团种类丰富，一个大概利比130元左右。最后看一下点心零食机，百利版的饼干糖果当伴手礼也很棒，在超市买也很划算哦。有好多村さん喜欢的饼干零食，接着要带你们去金秀的。为香芋片也很平价新鲜，寿司也有很多种类的选择，嫁到桥红萝卜是冲绳的在地美食哦，带有一点甜味，非常好吃。
接着要介绍 Union 这间超市。Union 有两大特色，第一个就是价格超便宜，第二个就是24小时营业哦。这个咖喱饭只要300元，在家里也买得到各种饼干糖果哦。也有很多冲向在地饼干，这个冲向鲜贝比上也再便宜十块日元。来角细逛，也可以看到丰富种类的调味料。大种沙拉酱，警告位注意，只有 Union 无法刷信用卡。接着是压轴介绍咯。最后要介绍的是绿博，绿博的特色和刚刚介绍的三间超市有一点不同。现在要去的是卖高级食材的绿博超市，进去看看吧。超市在地下一楼哦。卖的蔬菜也多精心挑选产地，蚂蚁看起来也很脏，欢迎大家看的影片，有兴趣的话去绿博逛逛哦。今天村上介绍了冲绳在地的四间超市，你们喜欢我介绍的内容吗？在地超市各有特色，逛起来非常好玩。下次路上看到我介绍过的超市，进去逛逛哦。感谢大家今天也收看到这货，那我们下回影片见，我们再见。